别干，把桶砸破了。这味道怎么样？很好。你只能糊弄你。今天带你们去的是一个到2032年的，敢说自己是百年老啤酒屋的地方。出了地铁站，领你们先。粮食把它酝酿出来，哎，这个时候它就显得厚。你粮食少了，它不就显得稀吗？是吧？来口粥啊！祝你们也得劲儿。